那拜登政府任内也九度宣布对台军售。我们感谢美国政府依据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支持台湾充实自我的防卫能力，而我们也一定会和美国及其他的伙伴共同全力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这几年来，台湾让国际社会看到，我们遇到威胁压力的时候，我们不挑衅也不屈服，台湾展现出自我防卫的意志和决心，以及沉着冷静控管风险，台湾有能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更有决心守护我们坚持的价值跟生活的方式。台湾站在世界民主阵线的第一线，台湾人越团结，台湾就会越安全，台湾越安全，世界就越安全。我们会和所有的民主伙伴携手合作，台湾会继续的坚定的走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